中心的代表 Ronald 神。Ronald， 我都要幫你神一神啊！俾啲歡呼聲俾 Ronald 啦，好嘛？跟住我哋有請呢、這個就香港好多人會中意噶 AKB48 香港專門店支配人。我哋嘅評判席就座嘅 ，please be seated。好啦，今晚大家好興奮啊，但係咧，阿 Eric 都要代我揾咗我咧，就講少少嘅規矩俾大家聽嘅。規矩呢樣嘢，大家就盡量去遵守啦。我知道大家帶曬相機啊，帶曬電話啊，插曬電㗎啦。不過希望大家唔好淨係顧住影相或者拍片，都專心咧就睇下台上嘅表演，得唔得啊？冇問題啊！第一樣嘢。